大腿这边抬起来，或者是说屁股这边翘起来，嗯，往前，好，往前的话就是这样子，直接推就好了，对，一样嘛，跟西亚边那个其实操作都差不多。然后这是椅背，椅背斜躺，对，好，这是你的腰靠，往前凸起，往下缩回，缩回嘛，然后你腰靠可以高度调整，你要上或下，腰靠，对，你的上或下这样。在腰部这边，腰部中那那边，嘿，是的，中一点。然后安全带啊，安全带咱调整至适当的高度的，嗯，高度。啊，无因为咱今麦的车吼，是不是弄嘿自动收紧安全带？对啊对啊，惊收紧。你若弄到的时候，你安全带若收惯的时候，你吹到你阿妈骨。嗯嗯嗯。所以你得爱注意。我会建议客人就是安全带把它调至适当的位置，适当，因为很多业务其实都没有人提供这点，这个很重要，有啊，这个高低啊，因为太高啊，我们人也没这么高啊，你吹到不就吹到，看人的高度，有啊。